好，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说 JSR 跟 RSR 它的功能，对不对？那你这个护城河里面最后一个怎么样？一定要 RED， 它才会跳回来，因为它看到这个 RED 它才跳回来，对不对？那你说，哎，那我假如不要呢？我最后护城河最后一个指令不要写 RED 呢？那就错了，那就错了。所以以前我们写那个 assembly 时常碰到这个问题，你少有些写一写写一写，到时候 RET 忘了写，知道？等到做出来，哇，从这边一做回来，再回来那边乱做一通，那结果乱七八糟，哎，那就要去出错，就要去出错。啊，所以以前，那你在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 RET 没有写，你就回不来。就回过来，他就看到这个 RED 那个，好，好，那 RED 的指令，它的 OP code 跟我们的 JMP R7 是一样，各位看看那个。各位看看我们的那个是课本的最后一页，课本的最后一页，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JMP 我们上次已经有介绍过，那 JMP 是做什么？就是你就跳到某一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在哪里？在这个base啊，所以你把这个base里面的资料，就当做你要跳的位置，放到 PC 里面。好，这我们上次介绍的。那 RET 呢？它事实上就是 JMP， 只是你这个 base R 这三个 bit 一定是一一一。RET， 好，它当它把它换成 machine code 的时候，它一定会把这个 base 和这三个 bit 换成一一一。所以意思是呢？降不到 R7， 所以 RET 事实上就是降到 R7 的，好，也就把 R7 里面的内容抓出来，放到 Program Counter， 好，就没事。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额外的指令，它事实上只是一个降的一个特殊的指令，啊，就是被啥是第一这样，啊，所以它不是新的指令，啊，所以这边。我们这一张连秀出它的 OP code 的功能，好，那我们刚刚介绍的是你 user 写的闪存片，好，因为你这边怎样写一个开根号的程式，那跳过来就是我的 RET， 跳过来就是我的 RET， 跳过来就是我的 RET， 好，那有一些这一个系统已经写好护城河，那这些护城河通常是做 IO。做输出用，啊，比如说你要从 people 拿一个资料进来，或者输出到 monitor， 你的 PC， 你现在用的 PC， 全部都是系统，都放在一起啊，所以不需要自己写。对，当你要以后，比如说你要这个写 C 加加的时候，他们都会放一起啊，这段 code 都放一起，啊。所以你现在要把一个资料从 printer 进出来，事实上你只要打一行指令就好 ，C 加加也是，一行指令，那么一行指令事实上就是去呼叫这一个 DRAP， 啊，就是指向一个 DRAP 的一个这样子，跳到那个 printer， 啊，那个印表机的那个 driver， 那个驱动程序，就是那个部分，啊，去帮你找资料就行。啊，好，那通常一个系统呢，它会提供相当多的这种 I/O 的护城河。啊，那假如你有一些新的 I/O， 对不对？要装，那你要怎么办？现在你的 PC 没有，你要怎么办？你不只是要把那个硬盘来拿装上去，你还要再去网络上面去把那个 driver 找出来，对不对？好，像以前。没有 CD player 了，在10年以前，或者20年以前，没有 CD 啊，
但是你看现在 PC 就是光个 CD， 给一个 CD 操作，对不对？但是问题你不能插到那条就不管，你还在那里找那个 CD 的 driver 不光，啊，那装相当于就是在把它装到这个 DRIP 里面去。那 DRIP 呢，它基本上它的体验不一样。前面的这个 OP code 就是一，然后后面这一就是四个零，这个固件。你唯一能变的是变后面这八个字。好，所以换句话说，它以你这个装几个 IO 的那种装置，它以及你二的五个，你知道吧？八个变，有二的八十。换句话说，它以及你装256个 IO 装置。啊，比如说你现在一个 printer 就是一个。放一个 keyboard 就是一个 mouse 是一个，或者是一个，最多装比较少几个。啊，就我们这个 C3 这个电脑，最多装256。啊，那通常我们不会用多的。啊，通常你只要用到10个、20种 IO 就已经很多了，用不到256。啊，所以这个绝对是足够。啊，好，那每一个 IO 它就有一个护城师跟它对应。那这个护城师呢，就是占里面的这256个的一个，占一个。好，那这个你的 C3 呢，总共有哪一些护城师？好，它目前提供1、2、3、4。那我们会用的只有三个。好，其他的只是比较啰嗦而已，但是也许都是。我们上次有一个 HA， 对不对？这我们是常用啊，就是城市最后一个指令电话是接的，好，城市全指令，对，事实上它就是一个 DRIP， 就是你城市执行完了以后，电脑要做一些收尾的动作，啊，可能 memory 要清一清啊，或什么东西要做一做，啊，所以它会跳到一个收尾的护城师去帮你做收尾，啊，有些 LC3 还不会有那么多收尾，但是你只要是。你跑的程式哦，比如现在你的 PC 上面跑程式执行完了以后，要做很多收尾的动作，包括比如说你程式在执行的时候，你要读一些档案，啊，你是不是要开档？开那些档案出来，我们叫 open 那些 file， 每开一个档，它在记忆体里面就会有一个档案的追踪的一个记录。所以你只要开三个档，就有三个追踪的记录。好，那当你程式停止的时候，它必须把这一些记忆体里面这些档案的记录把它消除，把它释放出来。换句话说，别人可以去用那些记忆体。你只要不释放出来的话，别人不能去用。所以它要做很多很多这种收尾的动作。那还有 C++， 当你程式做完了以后，它是做什么？垃圾处理，我们通常叫做签报。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有很多占用很多记忆体，啊，比如你要变成很多变数，每个变数就会有记忆体占。啊，那你当你程式完了以后，他要把这些记忆体这个释放出来，啊，尤其动态的记忆体，他一定要把它释放出来。啊，那下次你或者是别人才可以用这些记忆体。否则你没有释放出来，别的都不能用，所以他要做很多这种收尾。好，所以这是 HA， 所以他事实上他是跳到一个护城师去做收尾。好，那这一个 HALD 呢，这个护城师它对应 PRAP 的那个八个bit，后面那个八个bit是二。所以你看我们写的时候，各位你去看你的文件，我们上次给各位的考试的答案 ，HALD 你怎么翻？你是不是翻1000000，对，然后25在这边，所以就是0010，0101，啊0101，所以这边是25，好，所以 HALD 就是这个。好，就这边是16进位2。
所以这四个 B 的生成，这四个 B 的生成，那、啊、这个就是 HB。好，另外呢，我们还会用到两个。好，我们要去用到两个，一个是 keyboard， 从 keyboard 里面跑资料读进来。好，那这一个呢，你只要是用这一个 assembly 写的话，叫做 IN 就，那就认得这个 IN 就是 TRAPX23， 所以你写 TRAPX23 跟直接写 IN 就是一样。好 ，assembly 这个 assembly 它会认得这两个。所以你只要从 keyboard 要抓东西进来的话，上面只要二三，所以换掉东西这里，这里面还是一样，这八个点是一样，但是这里是二，这里是三，就是零零一零，零零一一，某些内部已经就是这样，好，二三。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要把它送到。把资料送到 monitor 印出来，哎，那你可以只要写 OUT 就，啊，那他就知道说你资料要送到哪里，啊，那你也可以写个 TRAP 一个什么的，啊，那二一的话，那它对应的就是 TRAP 一样，这八个 bit 都一样，它就是二一，零零一零，零零零。好，那它自动就会跳到对应的那个 monitor 的那个输出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说，你只要这样子写，比如你现在写了一个二一，要送到 monitor， 对不对？所以这边是二一，啊，零零一零零零零。那这个二一呢，它相当于怎么样？它相当于这样。就从零零零，现在机体里面，我们机体从零零位置从零零零到零零零，对不对？那它就是在零零二一这里，二一，这里就放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这一个 monitor 的输出部分这个起始位置，比如说我们的起始位置是 X 三点。二零，这是 monitor 的输出工程师，你只要是呼叫他，资料就可以从，他会从执行这个工程师，然后把那资料从 monitor 里做，好，那所以我们这边就放什么？就放，这样可以吗？好，那假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说零零二三。TRAPX23 是从 keyboard 抓进来，对不对？它这边，比如说我们的 keyboard， 就是 keyboard 的输入工程师，好，那比如说我们把它从 AS4121 开始放这个工程师，啊，那就是 monitor 工程师，那我就是零零二三这边我就放 AS4121， 对不对？啊，那所以 TRAP 现在执行，比如说你现在执行这一个 TRAP X 二一，那它就会到这里零零二一去把三零二零抓住，放到 program counter 第一里面去。好，那它下面直接执行，对不对？啊，这个程式就执行。那这个程式呢，最后会有 RET， 因为它是路程式的，然后最后一个是 RET， 这个也是 RET。所以他把这一个 monitor 秀出来，这个字秀出来以后，他会回去，他会有这样的。所以你的主程式，你的主程式在这，好，假设你的主程式在这里，啊，你写
PRAP AS 合一。好，然后假设这个指令是 F 零二零，这样，那下一个指令是不是 F 零二一？好，那所以当你呼叫 PRAP AS 合一，它就把 F 零二一，就下一个指令是 F 零二一，它就把 F 零二一放在 R 七里面。好，然后呢，把这个零零二一里面的 X 三零二零放在 PC 里面，所以你就。PC， 对，这是 PC。好，那当我执行 PRAP AS 合一的时候，我 PC 里面放的是 F 零，对不对？啊，因为已经加一了 ，PC 已经加一。然后呢，这边 R 七，我在执行这个 PRAP AS 合一的时候，它就把 F 零二零放到这里。F 二一 ，F 零二一放在 R 七里面，然后再把零零二一里面的三零二零放在这里。好，然后就开始执行三零二零的这个，对不对？下一个指令从这里，然后做到 R 一 T， 好，这部分做完了 R 一 T， 那就怎么样？他就把 R 七里面 F 零二一，不管你这个 PC 什么，这个 PC 会变，因为你这边会从三零二零，然后这边比如说变到这边三零三九，好，那三零三九下一个指令是不是就是三零三 A 下一个位置，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的 PC 会变成，当你执行 R 一 T 的时候，这边会变成三零三 A。好，但是呢，它这个 R1T 呢，它会把 R7 的东西放到 PC， 所以这时候 303A 就会被 F021 启动。好，所以这个是三零三 A， 然后在 PC 在做的时候，它就从 F021 到这个，就是 F021 这个，所以这就相当于这个程式负责执行完的代码。OK 吗？哦，这样找组件或者是 DSR 都一样，它的原理都一样，差别只是差在前面的 TRAP 步骤跟 DSR 不太一样，多了一个步骤。那 TRAP 多了哪一个步骤？多了这个步骤。TRAP 啊，比如我们现在 TRAP X 二一，好。那它会怎么样？把这个 X21 是八个 bit， 对不对？这八个 bit 抓出来，把它 zero extension， 因为现在八个 bit 我就变成十六个 bit， 所以它前面再加八个，就变成十六个 bit， 所以就变成零零二一，零零二一啊，对不对？加了八个零之后变成零零二一，十六个 bit。好，把这十六个 bit 放到 MA2， 换句话说就抓零零二一里面的东西。也是三零二，所以我还是说零零二一里面的东西，对不对？那零零二一在这里，好，这里面放什么？放三零二一，好啊，这里面就放三零二一，所以我现在把三零二一抓出来，放在 NDR， 好，那 NDR 再把它放回去，放回去，哎，这 PC 就放回三零二一，大家看，好，但是在三零二零放进去之前，我这个 PC 这边 F 零二一已经被我存到 R 七，所以你这个三零二零把它这个 F 零二一盖过去没关系，因为我 F 零二一已经存到 R 七，这样可以吗？它 TRAP 跟 JSR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在这里。TRAP 必须从 memory 里面把要跳的那个副程式的起始位置叫出来，对。但是 JSR 不需要去叫这个，对不对 ？JSR 是算 PC 要剩，跟 PC 相加，加起来直接放到 PC。
对，所以你看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这一个它不需要去 memory 里面抓住东西，对吧？它直接就把这一个11个 bit 啊做三个 extension 跟 PC 加起来，加出来结果就是你的套路。啊，但是 VRAP 不是0021 VRAPX21， 你要把它变成0021 0021，这个 memory 里面0021里面放的东西才是我它跳入那个负责式的位置。好，那所以你必须要去里面用0021的这个位置主页把302抓住了，因为这个位置才是我将要跳去里面负责式的其实的。那 OK 吗？好，所以所有的 PRAP 都出现了。啊，你只要做0023，对不对？你只要做0023，那这个这边就有一个0023，里面放4121，所以你的 PRAP 0023，它就把23，把 PRAP X23，它就把23抓出来，这八个 bit 抓出来，补上八个 bit 零，八个零，变成16个 bit， 放到这样0023。那0023一抓0023里面的东西，这里面的东西是4121，所以4121把它抓出来，透过 VR 放在 PC， 所以我跳入它的 PC， OK 吗？好，那所有的护城师，不管你是系统护城师，还是使用者自己写的护城师，它最后的一个指令一定都是 RAP。啊，然后它要跳回来的位置，也一定都是放在 R7 里面，不管是这一张还是这一张，或者这一张，听到没有？好，所以我们整个护城师的机制就是这样。好，这样的问题，啊，这个是一个程序。真正的这一个这一块0023，其实我们这一块，他把 memory 弄成两块，四张 memory 连在一起，啊，就这里，然后这里，这里就是我们这里，四张这些都连在一块，把 memory 整个是从连上就可以，就这张就是这个，啊。它不是分开的，啊，后面的东西靠，你这种有些东西放在哪里，有些东西放在哪里，啊，但是事实上都在你这边，你这一大块就行了。好，所以这一个我们叫 service 五线服务的部分，啊，所以我们的驱动程式啊，什么都是属于服务程式，啊，服务部程式，所以这边有 keyboard 的 service 五线，啊，然后比如我们。通常我们会主要几个，习惯讲管理啊，就是驱动程序啊，慢慢就啊，那但是这一个跟这个东西连在一起，包括跟这个这三个其实都在用啊，所以我现在这边是 TRAP X23，对不对？那我不叫 TRAP X23，哦，那我就去0023，把23把它做补上八个点。这边0023送到内药去，所以我就是抓这个0023里面的这个内容，把它放到 PC， 它这个是什么04A 对不对？04A，所以我就把04A放到 PC， 投入仓的里面，它再放上去就结束了，那 CPU 自然就会去抓。04A 的 P 就是对，好，可以。然后 R7 里面会放下一个指令的位置，这边下一个指令。他说他这边执行完了，到这个是 return， 啊，这个就是一个 R7。那 return 呢就把 R7 也就是刚刚这个存的这个下一个位置。
他就马上放到 PC， 他说你下次回来提醒。OK 吗？啊，好。那所以我们的这一个程式你就可以这样，啊，就可以这样子写。那各位，你看，当我们用 PRAP 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已经不需要去检查。比如我现在这边 PRAP-X23， 就要从 keyboard 抓一个资料，对不对？各位，你们看看说，我们这边已经没有什么 F1.0、F1.2 的东西，对不对？那为什么那些东西都会写在 keyboard 的那个驱动辅助，也就是它的服务器的部分？所以就是它不能自己做，我们不用做。我们只能说，我要从 keyboard 抓一个资料，然后就没事了。好，那他就会把那个 keyboard 进来的资料放到 R 连。首先知道说，哦，执行完这个指令以后，资料已经放到 R 连里面，所以就用 R 连里面装。所以就跟我们第八章，一直在那绕，看看 keyboard 这个资料进来，对不对？对吧？那那个东西都在那个 service 里面，他帮你做，我们使用者就不用。这个就是从图片来。好，他帮你先说起来。哎，所以你看我们这边啊，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对不对？啊，去检查那个 bit 是不是一，对不对 ？data 是不是bit 十五是不是一？一直要等到它一的时候，才可以从 keyboard data register 把图读进来，对不对？读到 R 里，所以我们现在不必做这个工作。它在那个 service 里面，它是怎么做？啊，然后这边你看，我们要把 output 放到 monitor 去。我们主要呼叫 PRAPXOE 啊，只要你嫌这个字太多了，你就写一个 OUT 就好啊。PRAPXOE 就用 OUT 三个字一样的意思啊。好，那你看在这边，我们有没有去侦测说王光宇的现在是不是 available？ 对不对？那个 status bit 是不是一？是不是一？是一，我才把资料输入，对不对？哎，这需要注意。为什么？因为这一个二一那个那个三零二呀，这一个 monitor 的这个 service 里面，它就会是这个。好，哎，看看 monitor 有空，有空我才把这个值从 R0放给他们去秀出来，就变成是他的事，而不是你写这个程式的事。这个就是系统的工程师或者是启动的工程师。好，啊，这边，对不对？你照做，然后这边 TRAPX25， 你也不用去管那个什么热车圈套的公钥什么那些事情，都不用管。这个 X25， 别的 X25 在这边，0025，啊，别的这边有一个库存师是5000开始，有一个库存师，这个 memory 啊，事实上是在这里面啊，然后画这边。5000开始，那这个系统工程师他就会去做那些热车圈套路的工作了，啊，或者是把那个档案的那一些那个记录器啊，通通把它取消掉，啊，他会去做这个。他做完了以后，再return回来，就，这样 OK 吗？啊，事实上return回来不是return到这个程式。可是你看到作为型的，就作为一个 Windows 啊，或者是 Unix 啊，啊或者 Linux， 你还是作为型的，那所以就可以在下作为型下一个。好，那所以这样有问题，这是 TRAP 怎么用啊？那你在这边你看不到那些不准，为什么？因为系统提供的，所以你看不到。啊，但事实上它都存在。存在于这个区域。好，那这边我们就提供一个 service 里面，你看，换句话说是这里，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个，啊，是一个，我这边的是，好，我们要写一个字出去，比如写一个 monitor service 里面，所以这一个就是。这个系统跟提供
所以现在这里面你要去检查的话，假设他这边是假设说他的 state of emergency 是位置是 F3 EC， 他跟我们上个礼拜提的不一样，对，我们上个礼拜 monitor 的是一个 state of emergency 的位置是 F1 EC， 对，他这边是假设他是 F3 EC， 那没关系，他上面弄一个别的，让各位看看啊，然后他的monitor 的 data register 是 X 三，所以你看各位，你看这边，它是不是一直检查？检查这 state register 的第十五个零一，只要不是零一就证明知道，是吧？是吧？啊，这是我第八道接到的。啊，所以在这个 service 里面去检查说，哦， monitor 现在是不是有可以让我送一个助理吗？他一直等到 bit 十五是一，哦，他才跳出。他来把 R0 的这个数送递给 monitor 的最大数据，这是三个。注意往上走一点。所以这个就是假设你要送的字也是放在 R0， 所以你一定要遵守这个规矩，使用这个收集一定要遵守这个规矩。OK 吗？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 monitor 的收集规矩，也是我们第八章。写，事实上我第八章写的东西，事实上就在写太阳屋的社会组件。啊，它一旦有这些社会组件以后，你使用者在利用它，你就直接就 DRIP 3231，它自然就是去那个社会组件执行，啊，去把你要做的工作给做。好，那。所以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那这一个跟这个大家不要去管它啊，这个其实都是这个 PUDS 只是我们一次 out 是一次只能出去一个字眼 ，PUDS 是一次可以出去一个字串，啊，它出去一个字串其实很简单了，就一次一个，一次一个把它做完，啊，好，好，那我们再来呢，我们介绍。啊，这个就是这个书，好做。我们看看这个自己写，使用者自己写，不准是。啊，这边。你看，我现在这个主程式在这边，但是在这个主程式里面呢，我时常希望去做一个整数的初始商品。那做整数的初始商品里面，其实除了只需要两三个指令的，你看，事实上只要两个指令就好。就你把那一个值把它也变一一变零，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完了以后再加一，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做初始商品。啊，那个假设我们，哎呀，每次都要去把它做零变零，零变一，一变零，然后再加一，好烦哦。所以我们就写一个步程式。专门做这个工作，把一个数去求它的初始商品，这样。好，假设我把这个数程式写进去，对。然后我们就跟定好了一个规矩，就是你要让我求 初始商品 的那个数，你一定要把它放在 R0 里面。然后我做完出来的结果，我也放在 R0 里面，这样。大家说，哦，是吧？好，那所以你看这边。这个就完全不能做。我假设他要做初始 computer 的时候，放在哪里？所有只要做，那是 R0 啊，把 R0 里面的东西也变成 G， 对，然后再把它加一。这时候原来比如说 R0 里面放三十，经过这个以后，它里面放的就是少，这样对不对？啊，就是三的初始。好，所以每一次你来呼叫这个的话。比如你现在五要把它做出差别，你就要把五放在 R 里面，然后你再去呼叫这个副本子，然后这时候父母就会放在 R 里面。OK 吗？好，那这是我们的主题，我们希望利用到这个。好，那我现在呢，我这个主程式要干嘛？我是要做 R 一减 R 三，我有两个数，一个数是放在 R 一里面，一个数是放在 R 三里面。那我现在算 R1 减 R3 的值，对不对？好，
那我要算 R 一减 R 三，我是不是要先把 R 三里面的直接做做差不多，对不对？好，但是我不能直接就是说直接 JSR 跳到这边来，因为这个是假设你要初始 comprehend 值一定要放在 R 里，所以就先第一步先把 R 三的值移到 R 里，啊 ，R 三加上零放到 R 里，就相当于把 R 三的值放到 R 里，对不对？然后呢，放完 R 零以后，我就可以降初始 comprehend 值，这一张，对不对？好，那这一张到这里来，它就把 R 零里面的东西，比如说你。R 零里 ，R 三里面你还是放负的，这时候啊，经过这一个 ADD，R 零里面就放，然后经过这一次啊跳到这边来 ，R 零里面出来当引特，跳回来这里下一个职业，对，这 R 零里面就放负的 ，OK， 然后跳回来引特的要跳回来一个这个职业，它就执行这个职业，那这个职业呢，它就做 R 一。跟 R 零相关，结果放在 R 四，那你 R 零里面放的是不是就是 R 三的负的负的 R 负母？来，这边放个负母。那假设我们 R 一里面是十，那就 R 一加上负母放到 R 四，所以结果是不是相当于说负母十减上放到 R 四？来，好，这样就可以。好，当然这个例子很简单，对不对？你可以说我不要这么麻烦啊，好，你直接我不要用手工线，我直接也不需要 ADD R 零 R 三，点，我直接做什么 ？NAT R 三 R 三 ，ADD R 三 R 三，然后加一，对不对？然后再来 R 四 R 一 R 三 ，OK 啊，我不需要用手工线，好。但是因为这个例子很简单，那假如你那种比较复杂的，比如你这边要做开根号啊、定容，哇，那可能一二十个指令，啊，你才能做完，那你就跳这边让它做完，做完你就上来，看到吗？哦、啊，所以这一个的结果跟你做这个程式，是吧？程式写成这样是完全一样。啊，你是那 R 三 ，ADD R 三 ，R 三加 ADD R 四 ，R 一 ，R 三。啊，这个程式加上这个程式做出来结果，跟这三个值做出来结果是。啊。啊，我们这边直接就把 R 三，比如说它是正，把它变成负，然后在 R 一十跟负相加，就将来做十点五，结果放到哪？啊，这结果是，啊，好，所以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出来小数点什么东西，啊，好。在跳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你要注意，比如说我从这个主程式跳到这个副程式，假设我这个主程式这边我有用到 R 三，对不对？那我跳到这边来，这边有用到 R 三，那这边的 R 三是不是会更改到我这边的 R 三？所以你要在这个程式里面先把 R 三的值存起来，然后你去用 R 三，用完了以后。再把这个 R 三的值还念回来，然后才 R 一，这样保证就是我继续做我的主程式的时候，我那一些规则的资料都不会被啊。那你这种存的方法，又有所谓的 caller save 还有 calling save， 这东西我们就要跟大家讲。啊，如果你有兴趣，再去修比较进阶的计算机的东西。现在给你那么多东西，可以给你笑到。好，我们不希望把你给笑到。好，有些同学是笑到以后就是跟计算机结缘。好，
大一的时候把你们吓得吓到了，然后就觉得计算机好难哦，我不去碰它，啊，我不希望这样。那当然我也没有说啊，你一定要会走计算机不可能。啊，每一个行业都很好，啊，360行，行行出状元，啊，所以每一个，但至少不要吓到你，啊。好，所以我们的第八章，他说我们第九章就是，好，然后有一些东西就让各位回去自己去看一下，好，然后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介绍第十章，好，那各位下学期，这个学习家的昨天帮我们第一个，好，然后我们休息一下。